我们现在坐缆车到二号寝区，法国村那边。来都卡起。都是城堡。对，都城堡。报警处理。想象一下，这边有老大。哦，然后呢？都还在盖。一直逛逛。我们还要往上嘛。你可以用录的，要用录的，可是下面会拍到沙石场。录的它要放大，它录的时候它放大。可以塞，然后会有一些你是要去游乐场的，可能感觉你要去游乐场的，好，山路。嗯，就可以自己走下来。